不是，我现在日式，我要么就是用海龟蛋让僵尸猪人想要去采海龟蛋的方法，让它自然衰落下去。那或者是我看到猪人就杀这样子。盖一些东西，我还需要史莱姆球，粘性活塞啊，跟史莱姆方块。太多猪人了吧！关我屁事哦！差点吓死哎、欸！等下。哎、欸，完了啦，完了完，这是完了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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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绝对完蛋了。没了吧？好啊，要打来啊打，要打来打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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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再怕，来啊，还有谁？
是很北七耶。没有，重点是我刚刚是把盾牌东西换成方块，如果还好方块剩一些些，没有方块我就一定死哦。我等一下去找海龟蛋好了啦，有海龟蛋会比较好做一些事情。好了，没方块了，回去咯。欸，要五点提醒我欸。不行，这首歌太舒眠了，以后睡觉全在听这首。我们回来干嘛？啊，找海龟蛋，要先去找吗？晚一点啊。现在附魔，不是附魔，现在修装备。我用三天没开这台机器了欸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四五。我应该在他们脚下放一个水流。然后今天只会汇聚到这边来，我就在这边吸经验就好了。哎，不对，还有谁没大师？这个学徒老手，那就你了。
哇，就只有一本就幸运呢，这个人也太贱了吧！最后大师一定是卖那个啊，匿名牌啊，那就你了。这个很强欸，效率五，节制克星五。再去拿。欸，改这首歌之后精神好多了，天啊。果然那首歌太恐怖了。因为魔法大学那首歌啊，是我们那时候练技能用的歌，是吧？练技能用的地图，所以我们会在那边一直狂练技能，狂听那首歌，那就又很舒眠，就练到会很想睡觉。嗯？我怎么放这里啊？我在干嘛？怎么放这里？这还没洗出来，坚持一，好了，刚才超困，是不是很好睡哦？那我现在去找海龟，我们是多少？960960，好。海的话，我记得往这个方向游，然后我们去打一艘船，就出发。这边有海，然后这边那时候不是说可以盖个那个墨鱼塔吗？可是我发现不行，因为这边有水，这边水蛮多的，所以墨鱼塔就算了。环境是看哪一个忘记了，这个吧。欸 ，beach， 沙滩，哦，看到了 ，b i o n， 这边是河川，那这边可以盖那个城市塔，这个是 beach， 好，找海龟。我想说还有哇，我想说还会没有的哦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就一个而已吧，
还有吗？这里有哎、欸，藏宝图。啥？有第一次看到这种藏宝图哎、欸，这也太边了吧！这个方向，海豚能跳那么高、哦？你丢高、哦？两小时十六分，我记一下哈。究竟我会先挖大还是页面先出来呢？好吵哦！边边太难看了，感觉这块啊，还没有。这也太丑了吧！要用远一点，回头。啊，这里？不可能啊！可能，抱歉。哇哦！有铁，好险！我想说，我今天是要用剪刀才能剪那个海带。这个丢了，这个也丢了。有没有海龟啊？有没有海龟啊？
喂，海龟现在比蜜蜂还难找吧？我天！你好。不对啊，扔掉。哇靠！这个村庄看起来就好棒哦，找到了。我们去设个床，再起床。哎、欸，这村庄好棒哦！你看环海，我的妈！膝盖中了一箭，看一下哦，这边1914，1305，村庄二1914，负1305。